20页，对不对？对，20页嘛，哈 ，OK， 来来看一下那个对雇主的哈，我们再看一下大标哈，第一个就是忠诚，对不对？忠诚，忠诚。刚刚忠诚讲过有没有哈？就是呢，要以雇主的为那个利益为上，然后你不可以呢，现任还没卸任，你就把现在的资料带过去，对不对？他要把他的顾客名单带过去，有没有？那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拿一些额外的补偿哈？怎么起来？在那个20页的中间，你有没有拿 additional 的一个 compensation 叫做补偿？有没有这种 agreement？ 拿到任何不该拿的东西，这样的嘛哈？所以呢，请看这一段哈。他说不可以接受任何的礼物 benefit 跟任何的补偿。OK。或者是呢，来达到你达成什么目的哈，什么成效的一个考量。OK， 再来，那个 guidance 画下来，这个补偿包括直接跟间接圈起来，直接跟间接，直接跟间接。OK， 好，那么呢，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下面圈起来，你要做立刻的，有没有？我们看这个字 ，written， 你们看这个字。immediately 这字，对，没错哈，这个字哈，我们通常用副词嘛 ，return 给他的一个雇主，给他的雇主哈，然后呢，跟他相关的一些补偿的一个 service， 假设你有接受，你接受之前还是那句话，要先跟谁报告？雇主报告，而且要用什么来报告？要用文书报告，这样吗？哦 ，OK， 好，请看35页11题。而今天要让你有个 feel 哦，就是呢，感受一下，快点，来，35页11题。好，35页11题呢 ，Step A， 他呢，他是为一个小型的一个 manager 一个 firms 的工作，对不对？对不起哦，他那个专长在 pension， 好。那最近他的朋友呢，就请他当一个 unpaid 圈起来，就是无给职的一个自愿性的 manager， 然后就当做这个什么基金那个很好笑哈、这个城市的首接的一个 pension fund， OK 哈、哦，再来，好叫你那个啦，叫你去做义工，叫我哈、哦、，OK， 然后他说他这个 position 的话呢，哎，你看哦。那其实他会给他呢一个 free parking space， 这样懂吗？所以来画下来，画下来哈。其实他这个叫就不叫真的那个 unpaid 嘛，是不是？就是他有拿到一个哎，在台北一个 parking 多贵啊？有没有？对，我同学两辆车什么一个月 parking 就12000。对啊，在台北 parking 多贵啊，所以这个是 additional， OK。再来，那他说如果你接受的话呢 ，before。他必须怎么办呢？那不刚刚那个答案吗？怎么办？请说。他是要告诉他的雇主，还是告诉他的 client？ 是要告诉他的雇主，对不对？好，这是一个 addition 的一个那个哈 ，cost 那个补偿哈 ，compensation。OK， 来旁边的翻回20页。20页的话呢，旁边还有一题哈、哦，没有空的哈、哦，来，刚刚这一题是你 mark 一下好不好？你回去第一次练习哈、哦，这样练非常有用。还有一题哈、哦，很像，啊，不是没空讲好不好？哦，这一题，啊、哦，至少你要 mark 好，再来，再往下呢，请看我们的20页53题。OK， 他说呢，这个 member 对不对？哈，包括 director 叫什么会啊？董事会是不是？那 share purchase of kind of cars， 叭叭叭。OK， 好，最后一句。当呢，你当那个董事会，你没有听过读懂？听过？有没有啊、哦？那他就讲说呢，他有收到他的一个 product。哎，同学，这个 product 又是一栋豪宅。哦 ，maybe 啊，哈。那这个 no charge service 呢？它是一个什么 additional 的，对不对？一样那句话要揭露哈、哦，要揭露。好，再来，上级的责任是什么呢？当你是一个
supervisor 的时候呢，你的责任是什么呢？来，同学请注意哈，你的责任必须要适当的去 detect 跟 prevent 圈起来。你的责任大哦，你要适当去做一些预防的动作。好，你必须呢，当你是一个上级的时候 ，OK 哈，好，请看35页12题。好，35页12题哈，一个 member， 人家在跟你讨论 supervisor 的 responsibility， 对不对？对不对？你就把这段话背熟，这样懂不懂？哦，那你就挑，因为我说美国人都很 straight， 他通常不会去跟你变来变去的，这样懂吗？就他，可是你那个 highlight 要 highlight 点，答案就很明确，哪一个？哎，他有说 A 哈，跟你提到别的了 ，C 跟你提到别的了，听得懂吗？所以人家在问你那个这块答案是哪一个，标准哪一个？C 不是嘛？哦 ，C 不是嘛？你如果是一个上级，答案是 B 呀、啊，你必须怎么样？知道那些对不对？而且你们看这两个字，有两个字，35页最后一行有没有？你们看这两个字，哪两个字 ？Detect 跟什么 ？Prevent 是不是？为什么花这个时间？我本来没开这个时间哈，我只是要证明你回去念就可以考好，这样懂吗？懂不懂？OK 哈，再来哈，就是念几句，念几句。前人出也是都小事哈，念熟都能考上的事都小事。再来 ，OK， 再来。20页的下面，没提出来，再讲你要合规定，这个没什么哈。21页的上面又来了，他建议的哪些 procedures 哈？这些举凡 A B C D E 要从头到计时，真的吗 ？OK 哈，来。他说呢，你这个雇主呢，不能呢，哈、哦，commingle 是什么？雇主不可以 commingle 是什么东西 ？commingle 是那个汇流的意思，哈、哦。很多河流会 commingle 的意思就是汇总。有没有很多河流有没有什么黑龙江或什么江那个？合起来这条叫什么江？黑龙江对不对？这边倒了对，现在不见了啦。我黑龙江的，黑龙江没错，我之前讲对了哈。我以前都讲乌龙江的，我妈骂我乌龙很久了，乌龙江。OK， 哎呀，我要回东北去看见灯。OK 哈，啊就是这个字啊哈。OK， 那呢procedure， 然后它这个 friends code 呢 ，that can dilute 叫稀释，近几集再来我会教你稀释 EPS 哈。OK。那稀释的这个目标呢，去加强它的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说吼，你不可以把它汇总在一起，然后呢稀释的一些效果这样子。而且这句话呢不太重要，重点是下面的 A B C D E F， 你必须第一个要很清楚的写表达，第二个要容易懂，你简单人家不懂没有用，第三个要能够呢非常委任指派确定全责，知道吗？你可以写一下。第三个呢 ，C 就是你要能够指派委任，哈、哦，非常的确定。再来，第四个，你必须要有系统的检查，对不对？同学 ，balance 是平衡，哈、哦，你不要翻译成余额，就是你要有系统去检查，达到平衡。第五个你要有 online， 对不对？第六个呢，你这些呢行为是允许的。最后一个你要所有的那个 procedure， 对不对？哈，就所有可能会 violation 都要 report 好，因为它重复性很高，是不是？哈，其实你可以，我给你一个建议哦，你可以这样子哈，可是你到最后呢，什么 A B C D E， 我以前会教练书，那比如说一不是有教吗？如果相类似的哈，自己做整理，真的吗？有没有？我还蛮会念书的哈，有些方法很有效，而且我最方便在你最后翻的时候，真的吗？你发觉一天到晚在讲什么征求，一天到晚在讲什么 return， 一天到晚在讲什么，对不对？要是我做一个任何进步到，他说呢，这也真的要自己做，你自己读完，因为你设计跟我设计不一样啊。我俩在讲什么？
对 ，OK 哈，再来设计师哈，这个哈，我说我发誓哈，我也不会帮我女儿设计。他写的中文笔记跟我写的不一样，我女儿也会做这种会计，我教她怎么做笔记哈，她写的更不一样，这小伟写的比我还好。OK 哈，再来，设计师哈，就这个嘛，哎，好像啊，来第二段。那你这个上级必须做什么事呢？哦，假设你这些 program 都已经架设起来。第一个你要发出去嘛，是不是 ？OK。第二个呢，你 update 圈起来，关键字就好了，去考关键字。第三，你要 continue， 你要持续教育。第四个 reminder 是什么意思？哎，不错，英文不错，要提醒，常常提醒，对不对？对。第五个呢，你要求专业的行为的一个 validation 是什么？你要常常评估啊，评价啊，评估啊，对不对？好，第F 呢？Monitor 圈起来，修正关键字。我说我这堂课的功用，老师的功用是帮你设 A， 每 A 叫 G 关键字啊、，Monitor 修正 ，G 是什么 ？Enforce 圈起来，好 ，Enforce OK， 好，来看五十题。看好，有个 member 对不对？他是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哒，对不对 ？OK， 然后他 training desk， 然后呢，他的是一个非常 high level 的，就是你的交易量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呢 ，not a friends recommend， 他没有在他的那个建议名单里面，对不对 ？OK， 可是大部分的 trading 竟然是谁在做 ？Oh my god！我不是瞧不起他，我不是瞧不起新人，对不起。哦，可是新人真的有时候是菜菜，你知道吗？没 level one， 我都要看他什么星座。哎，什么星座做出来的底稿，我必须重看。哦，真的有，真的有。哦，那个处女座 A 型的，不查账真的太可惜。在座有？那处女 A， 而且是男人，哦，很恐怖。那个底稿是漂亮的，而且是正确的，因为他只有检查六七八遍，知道。哎，处女座 A 型是很多男生会计师的血型跟星座。我真的是，车头还有听不懂，车头还有听不懂。车头是什么？黑人。对啊，简称哈，我们在讲过那个车头黑人。你让一个实习生来做这么重大的交易，听得懂吗？难怪我会生气嘛，对不对哈？所以就是表示你们达到上级的一个权责，没有。那怎么办呢？你写下来，你至少要 monitor 这个交易嘛。如果再多考一点，你至少要去修正嘛，或者你要去 check 嘛，是不是？哦，而且要及时的。OK， 好，来这第几大点呢？总共有七点哈。哎，借我恭喜一下，我这个出门比较有成就感。总共几点？回去做表格整理，好。来，这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第三章，等一下。我们现在进第几点？第五点，对不对？稍微 remind 一下哈，第一个是指专业，第二个是资本市场一个正直性嘛，廉政，你不可能扭曲市场嘛，对不对？第三个是呢，来，第三个是你对客户的 duty， 听得懂吗？你对客户有什么职责嘛？举个例子哈，要不要公平交易？我点一下，你有个概念就好。要不要忠诚？要不要合适？是，对不对？然后你的 performance 的表达，对客户啊，你不可以虚长你的 performance， 是不是？哦 ，OK。那刚刚讲的才讲到第四个是对谁的一个权责，对谁的一个 duty？ 第四个是对那个雇主，是雇主。OK 哈，那我们现在讲到第几个嘞？第五个是投资分析有哪些哈？好，你投资分析的第一个动作呢，来，你要勤勉，这个字是勤勉哈，你要尽你的职责所在哈，啊，你要很认真，做每件事都很认真，这是当然的，这做人基本道理是不是？你做每件事呢，你要赚这个钱哈，要这个 guts 对不对？上台时来看一下，很认真是什么叫很认真？
你要非常勤勉嘛，你要非常独立嘛，你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哦。OK， 那任何相关的投资讯息，这个不用讲，就跟前面一样。好，那什么叫基础你要做的呢？二十一页又来了，倒数几行？我看 A、B、C、D， 有没有？你要做个建议之前呢，你必须做这件事情。A， 你要了解公司的财务的结果，它的一个营运的结果跟你的企业循环。B， 相关费用跟历史的一个结果哈、哦，要了解。第三个 limitation 圈起来，你要知道说哈、哦，你的那个相关的一个计量的 model， 同学。你要帮那个客户去做投资理财，对不对？有些不是要透过统计学去预测吗？有没有？那你要用哪一种 model 去预测？所以你们念财经的数学要好一点，不是吗？念经济学的数学更要好一点，经济的真的是数学都要懂 model。那懂话，念会计的数学不用好，真的哈，只要勤勉就好，真的 OK 哈。所以你的 model 选错选对，那你们不是会有很多模拟操作吗？选错的话，那你怎么说你有投资分析的一个功用呢？第四个，你要决定呢，你的 peer 圈起来 peer， 你的同业跟你比较哈，这个是你的几个基础哈。再来翻页，第二点打星号，第二点，你要怎么判定你的品质呢？第二点的 A， assumption 圈起来，你用的假设正不正确？啊、哦，那你怎么去分析？还有及时，看哈、哦，对不起，我速度加这么快，这东西真的很多。我们请看22页，第几点 ？A assumption， 假设哈、哦。B， 你怎么呢？去你的分析，分析哈，再来怎么清楚的分析？第三个很重要，什么性？及时性哈。第四个又来了，一定要定期的什么 ？evaluate 什么？对不对？好，这四个。OK， 再来。好。第三点已经讲过了，在讲那个敏感度分析讲过了哈。第四点呢，他在讲你要外部的一个 advisor 哈 ，advisor。OK， 好，外部的 advisor 的话呢，他有几个要注意的哈。这个 advisor A 必须要很非常世切，而且了解那个内部控制。怎么样？你知道什么叫内部控制吗？内部控制是一套制度。它里面有什么？会有流程图，会有 procedure， 还有呢，就是呢，比如一个销售循环，你从接单，对不对？信评，然后丢生管，完成运售，应收账款产生收款，它是一个每个动作都一环一环接着。然后你去内控的时候，你就要去第一个，你要去那个访问，就是问卷哈、哦，问卷完之后呢，中间包括那个叙述性的一个访谈。这两可以同时并行，那问卷不是你设计，不用紧张，事务所会设计。通过问卷啊，这些都要录音要经过人家同意，录音完的文件要打成电子档给对方确认，再成 publish， 知道吧 ？OK， 然后这个完之后，你就知道内控的实际状况，然后就会画出流程图，哦，所以就要画流程图。那你这样还不能确定他是真的有做，对不对？那我就这样子啊，我看你的图哈，从头到尾穿透测试，抽个20笔，我就按照你的图这样每一个单据这样子走，知道吧？这样内控的目的是为让你那个保证你的那个财务状况、会计记录都很好，你的实体保护也很好，它是一个很正面的，非常正面的，不是为了 detect， 知道吧？所以上次公司有九大循环嘛，哈、哦，审计学会教，哈、哦，有兴趣去学，还不错。以前哦，很久以前内控写一套要100万，谁知道内控？啊，以前那个是有标准版，啊，可是就是有个标准版，我在你家公司，所以我很了解你家公司，知道吗？然
然后针对你家公司来修正。啊，现在就是赫赫有名的 ERP 嘛，听懂了？啊，你这个人现在都不知道 ERP 是什么 ？OK， 告诉你自己学这。哦，ERP 是个系统啊，有没有？有财会，有行销啊，是不是？有三大体系嘛，生管嘛，哎，也有点类似啊。Oracle 是九大学，这样的，这些都值钱的、啊，一套都是上百万的，值钱的、啊。而且很多公司我抢不住了哈、哦。B 是你的现在的 return 哈、哦、，return 再来 C， 那你不能偏离你的标准的一个策略哈、哦，偏离轨道，偏离 OK 再来。来第五点打星号，第五点打星号，第五点。第五点。他说你这个 member 如果跟你的一些目标跟这 group 不合的时候，对不对？请听好哦，你要相信你的专业哦，你不至于要去减少或下降你的 report。他讲 decline， 对吧？我跟你意见不合，你知道吗？啊，我请这个 member， 啊，你可能你的 peer 或者是你的 group 不合，对不对？你倒不至于一定要修正，我不至于要修正我自己的意见，听得懂吗 ？OK 哈，那怎么办呢？只要说你是有合理的一个 basis， 这样子，要有自信的，明白吗 ？OK 哈，再来，好。那下面的那个 procedure 还简单哈，也是在讲差不多啦，就是稍微跟各位提一下，第一个你要有非常证实性的一个基础哈，又来了，重复的不讲哈，要 written 嘛。而且你的那个衡量标准要能够判断那个 research 品质嘛，而且呢，你必须要一样哈，你必须要一个 minimum 可以接受各个状况的脚本，对不对 ？OK 哈，然后呢，一样你要能够评估哈，不重讲哈。来，五十五题打星号，之前考过五十五题。你知道我为什么强调之前考过呢？老师提到一下哈，如果新旧版都出现的题目，你觉得中不中？2013年旧版，2014年就算新版，两个题目都重复出现，你觉得这个议题重不重要？应该很重要，知道吧？而甚至连题目都没怎么改，几乎一模一样，知道吗 ？OK 哈，好，五十五题。关键字，我最喜欢你们找关键字。告诉你哦，第二行中间有一个字。来，第二行中间有个字。我跟你讲哈、哦，我看完没有笑吧？你把这本读到手，读到很快很快，非常快非常快。去考多益，你多益如果你上次增加100分哈、哦，如果你第一次考的话，哎，这老师算不对啊。那100分哈、哦，我请你吃习题。你这本念完了，你多益没有增加100分哈、哦，台湾话都要输一了 ，OK 吗？真的、啊，你要看很快，你要看非常快，这样咻咻这样快。哦。我去很好的训练，来，哎，看完没？看完了吧？这个 member 怎么样？什么 database 废话都不要看，对不对？然后他就跟你讲说，哈，他呢有一个 manager， 对不对？那这个 manager 的话呢，他 spring 一个 database 嘛，一个投资的一个 database， 对不对 ？OK 哈，然后他就送了一个 recommendation 嘛，对不对？那可是呢 ，before 圈起。在你的客户收到这个 report 之前，对不对？那发生什么 something wrong 啊？听得懂吗？哈，什么lose 掉哒哒哒这些，对不对？跟他的 key person 这样子 ，OK。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the member 还没 update 圈起来，就是你在客户拿到之前发生了一些状况，听得懂吗？可是你却还没有 update， 听得懂吗 ？OK 哈，那表示呢，你有尽到你应该做的一个职责。你们听到，你应该做一个勤勉的一个 basis， 没有，对不对？好 ，OK， 这一题再来，我们再来看，来重要的56题，打星啊，56题，好，看完了有没有？有个关键字，训练找关键字。我对你好点，第二行中间。
估计嘛，对不对？这个 member 呢，他现在呢 make a presentation， 对不对 ？OK， 然后呢，他用最大的一个 production level estimate 是什么？估计，估计准不准？你要估计吼，一定要哎，你学过统计的，你要估计什么叫估计？估计一定要搭配机遇，是不是？所以他有给他详尽的所有的 detail， 而且他给他 maximum 全起来。来，他给他一个 maximum 而已，对不对？那我们一般总要给个 minimum 嘛，是不是？所以他给了个 maximum， 说的是呢，他的估计并没有来 study note 里面写的更详尽哈，反正大部分全部给你抓起来不行。其实我通常都只抓最关键那个字哈。他现在他要告诉你，你自己写下来，要有适当的结果跟机遇。结果用你，你现在记一下，机遇 p 值啊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我差不多 probability。probability 再来啊 ，pro 没错 ，pro 在，哎呀，你说要趁年轻点，我怎么连 probability 都拼不出来？决定了，我不要那么忙，我要去逛街了。七日哈，来，我要去捷克玩的，是有题。对吧？从捷克好，哎，要去玩，烦死的，五十六题，引起我嫉妒的心情，我怎么上课呢？啊，要去玩，这还 OK， 五十六，哎，真的越老好像越老做，越不想赚钱，这 OK 好，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多勤劳，有没有？他认识我年轻的时候，知道吗？他小时候认识我，这哈，原来是以前我教才艺组，他是我学生，太久了，来，我教你给我 OK， 没有钱，来五十九题。他 post 一个 buy 的 recommendation， 对不对？在 internet 的聊天室，哦，真无聊，怎么有聊天室？然后他是一个 conventional change 起来 conventional。老师问你啊，你在聊天室听一听哦，哎，你就做投资决策，对不对？哦，写个字 stupid。网络的东西你们随便想起，对不对？还有吼，你们上网常看有一些什么产品不好，对不对？你知道谁写的吗？竞争对手啊，真的有人怕一组人在写的啊，不要批评的产品不好什么什么，都是竞争对手。真的有写手哎，那叫什么手啊？是写手。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你专业的像很多人喜欢查说什么病要什么治，对不对？对不对？你好歹要查医院的专业网站，这样了解吗？所以五十九题哈，好，再来，好，六十题还好。来，我们看下面沟通，沟通当然重要了。我们看沟通哈，沟通是什么事呢？来沟通，好，我们看沟通哈，沟通的话，你要怎么沟通呢？第一个揭露，圈起来。你要揭露基本的、正式的跟一般的 principle， 我们要揭露。旁边写一下37页20题，这段话我回去看这一题哈。翻页。这个就很快记哈，24页上面，来，这一二三就凑成一题，知道吗？来。及时 prompt 是及时，好，会计非常重视及时性。你要及任何 change 把它圈起来，刚刚重复讲。第二个呢，之前讲过要适当的判断，对不对？对不起，第三点，打星号，选项里面。你要分别是事实还是意见，圈起来。事实跟你的意见不一样，对不对？啊 ，fact 就是 opinion。好，那 guidance 还好 ，guidance 在讲什么呢 ？guidance 在讲说呢，你哈、哦、要针对一些那个
来第一行中间 critical 圈起来 critical， 你要针